时间过了那么久，绝路阴阳寮应该重组完毕了吧？我们现在就去和星燕会合吧。旅行者派蒙，刚才九条沙罗来了，就在那边。他这去而复返的样子是真对我们放心不下吧？警惕心很重呢。情况有些复杂，我们先去跟他沟通吧。有什么事？天晴也并不能掩盖雷霆的微光，不下雨也可以降下神雷。看到那棵树了吗？你说你懂了，叫我停手。好吧。三位，这段时间有劳你们了。我带人手过来了，可以说最危急的时刻已然过去，之后我们只需扼守这条要道，就能有效防备魔物，如有逃窜者也可将他们封堵在荒海一带。先前我听见秘境内有巨大的响声，恐怕这里面有大量机关，我们正在筹备，打算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举兵攻入。你们不打算驻扎在离秘境更近的地方吗？上次行动时，武士们没想到要跟秘境保持足够的距离，魔物突袭，他们只能仓皇后撤。一次是意外，两次是失误，我不会允许这种事再次发生。原来是这样。稍后我将返回九条镇屋，统筹其他地区的防务。虽然来得晚了些，但天领奉行已接手这里，感谢三位鼎力相助，承诺的报酬我也记着。星燕小姐，请拿着这封信，里面有我亲自为你开具的通行凭证。我为你申请了最长的停留时限，希望你能利用这段时间在道西好好游览一番。此外，我还为你安排了食宿，等回到城里，你直接照信中指示前往下榻处即可。天哪，这得算天降横财了吧？食宿全免，畅游到期。不必客气，理应如此。谢谢你了，看你最近这么忙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闲下来。要是你休假时我还在到期，请来看看我的接演吧。实不相瞒，我对诗歌音律兴趣不大，但你帮了天领奉行许多，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的。这么一来，星燕最操心的事就解决了。不，最让人操心的是士大将才对吧？
接下来就无关我的个人利益了。作为朋友，我还得回去帮他。还有那位小哥，旅行者，我们肯定得去救他吧。那走吧，我们偷偷去找师大将会合。不愧是九条沙罗大人，他抽调来的人手全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，有这些老兵坐镇，再多魔物也没法攻破这道关口。这点轻伤不碍事，关键时刻天领奉行的武士可不能退缩。好强的气势，真让人安心呐。暴影看破，无处遁逃，星夜、旅行者、派蒙，刚才有位女将领带着一些人手到这附近侦查。她是天领风行的人，九条沙罗。九条沙罗，天领奉行有这么一号人吗？我似乎听说过天领奉行主将的名字，是一位男性，叫九条，什么来着？有些记不清了，但我想起了一些琐事。我记得情之界和那位天领奉行的主将下过棋。这个情之界，莫非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？闲话稍后再说吧，趁没人发现，我们赶紧溜到阴阳寮里去。对了，还要找那个丢了的家伙呢，快走快走。好，各位，请随我来。哟，都来了吗？让我等了好久啊。你们错过了一场好戏，实在可惜。这家伙状态看起来还不错嘛，看来没受伤。嗯，你们担心我了吗？看来你很信得过我的实力啊。作为伙伴兼老对手，你一定知道的，这种出其不意的战斗场合最合我胃口。秘境重组期间，房间会上下移动，魔物也被带着四处乱窜。嗯，这几天我打得很尽兴，还找到一些踏本，就是师大将需要的那种，里面应该藏有他的记忆和力量。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赶快回收他们吧，师大将。踏本里残留的符法之力有限，我能找回的记忆也有限。还不够吗？那就按计划继续朝秘境深处前进吧。不对不对，秘境重组过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路线早就没用了。关于这一点请不必担心，秘境的重组也是有规律的，我隐约记得方向，朝那边走应该不会有错。等一下，我有问题。师大将，你刚才说踏本里残留的力量不够，记忆恢复的也很有限，那你怎么知道自己走的路就是正确的呢？上次跟着你穿过那道门之后，我们就被送出了秘境，说明这个地方的门并不一定都是真门，要是你分辨不清，把我们带到了危险的地方，岂不是完蛋了？你有这样的担心并不奇怪，可惜我还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。如果我说这是作为辽四的直觉，你能接受吗？
总感觉心里好没底啊。派蒙的问题不无道理，但我们也只能相信世大将这个领路人，否则难道要一直在这里等着吗？而且万一秘境再次动起来，到那时说不定我们就更没方向了。出去一趟回来变得心急了些，我猜猜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。据我所知，现阶段盗窃的局势还没完全稳定下来，像这样的秘境应该归天领奉行处理，可天领奉行人手短缺，不足以控住全局。所以你们来这里是受人所托，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受天领奉行所托，你们领了他们的命令，以那些人的作风，恐怕会直接杀入秘境，碾碎一切。要是在那之前找不回世大将的记忆，他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你变得有些心急，对吗？这一切还是你们的阴谋吗？我确实在调查一些事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些。这件事稍后再说，现在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。旅行者，我跟你有交情，没必要在这些地方故意撒谎。抵达到期之后，我在周边地区发现了魔物的踪迹，自然就追到这座秘境里来了。这里就像是一座为斗士而设的训练场，只有战斗，只有厮杀，在这里我能尽情释放自己，尽情享受。这话可能不太好听，但除了旅行者和派蒙，我跟另外两位是第一次见，你们应该不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在乎立场的人。善恶正邪使命，这些事真有那么重要吗？能比极致的战斗酣畅的厮杀更吸引人吗？果然是好战之人。小哥，那你的意思是？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只是告诉你们，尽管前进吧，别畏惧路上的魔物。假如你们无法全力以赴，我会代替你们碾碎一切。假如你们对此有所抗拒，我将扛下一切杀戮之事。因为战斗才是我最擅长的事。别都看我啊，那我走行了吧。巨兽并蓄，起风了。小心火烛！哎，祭典重现，速速退下！哎，绿火底。安如磐。别想逃开哦，想看烟花吗？
没杀吧？丹书体技，安如磐石，留意脚下，小心火烛。安如磐石。若金汤，起风了，哟呼！臂力千仞，点燃引信。安如磐石，留意脚下。别想逃开哦。天理长驱，迷坚不摧。想看烟花吗？起风了，蹦蹦，哎呀，好，哈，呵，呀呀，哎，哎。
脚下，飞比跑快吧。小心火烛，哼，哎，哎。天动万象，一起来玩吧，别想逃开哦。点燃引信，渊渊为神经，烈烈无玄冰。这是某种歌谣吗？这首歌谣曾被武士们传唱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和我的踏本一同战斗，歌声通过伏法之力传入我的身体，我能感受到那种情感。我似乎记起一些了，那些徘徊不去的回声，都是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情感和话语。有人恐惧，有人埋怨，也有人满腔热血，恨不得整日整夜战斗下去。而领头的那位武士称呼秦之介为为神大人，他对秦之介言听计从，很是敬重。奇怪，他们究竟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在这里战斗？拒收并蓄，劝你放弃。你的性命我收下了。起，咻，哈，安如磐石。拒收并蓄，
安如磐石。想看烟花吗？哎，拒收并蓄。送上门的声音，雕虫小技，就这道，别白费功夫，向我臣服吧。终于投你这一票大人，天理长驱，到头了，起，终于到海门了，终于到海市。安如磐石。你的性命我收下了。
聚收并蓄，雕虫小技，向我臣服吧。点燃引信，金汤，一起，走，聚收并蓄，小心火烛。若金汤，劝你放弃。永别了。天动万象。磐石，点燃引信，聚收并蓄，起，聚收并蓄，
坚如磐石。啊，总算来到最后的房间了，这一路可真不容易。那是又一枚踏本。旅行者，请尽快将它回收。这座房间已经非常接近阴阳寮的最深处了。我记得我和秦之介在这里停留了很久，我们一直在观察那些来自道七各地的武人，他们喝酒庆祝时总是高声呼喊着，我们也拥有战胜强大魔物的力量了。莫非你和为神秦之介是带着那些武士前来铲除魔物的？有这种可能，但也不止一种可能。换句话说，那样的景象也有可能是秦之介故意安排的。为了重新掌握失控的阴阳寮，他征召这些武士，命令他们进入秘境铲除魔物。是大将是在猜测达达利亚的想法吗？什么嘛，我也不是每次都往坏处想的。只是合理全面的猜测而已，并不是要冒犯几位。我的记忆还不完整，但缺失的部分越来越少，应该就快要全部复原了。而且我有种感觉，继续向前的话，我们说不定真会遇见秦之介。这座阴阳寮也不是最近才建成的吧？那他一直在里面吗？哇，旅行者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……看几位严肃的神情，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。我说太严肃也不好吧，这里本来就有点阴森了，再这么一来像在内斗一样，还是我来说吧。是这样的，最开始我们听说秘境里有魔物逃出来，就和天岭奉行的武士们一起赶到这里。我们遇到你的时候，你完全不知道秘境的来历，也不知道自己是为何而生，但我们相信那时你真的一无所知。就算不相信你，我们也要相信心燕，心燕认可了你，我们就和你一起行动。随着探索，我们不断深入秘境，眼看就要找到真相了。可直到现在，我们也无法确定这座秘境是不是为了某种邪恶的目的而被制造出来。一只箱子里可能藏着宝藏，也可能藏着灾难，那我们就是到了开箱前的最后时刻呀，总不能毫无准备地打开它吧。我不喜欢看别人做没有退路的选择，但就像旅行者说的那样，我们确实应该做好准备，我们要对彼此负责。我明白，到我做决定的时候了。迄今为止，我始终是带着谜团来承受你们的帮助，即使只并肩战斗了短短几天，我们之间也不该有隐瞒。单凭目前的信息，我不能给出保证。我想去相信秦之介，可我不知道这些年他是不是变了，又或者我的记忆是假的。我是阴阳师创造出来的式神，记忆残缺不全。对如今的我而言，你们四位朋友是我能够完全信赖、托付一切的人。我对你们是信任，对秦之介是责任。他创造了我，我有义务跟随他。要是如你们所说，他是个坏人，那被他所掌控，也是我的命运。要是可能，我想保持这颗善良的心直到最后一刻。但武器不能违背主人的意志，他能创造我，就能控制我。如果之后我和秦之介做出了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也相信你们会为我们安排一个合适的结局。
竟然反过来把难题抛给我们。但他意想不到的诚实呢，还说了那么大义凛然的话。这个回答完全符合你的期待吧？你们俩该不会早就串通好了吧？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黑脸。不错的手法，用这种方式试探师大将的记忆是否还有缺损。旅行者，你成长了。什么叫试探？我们这是有预谋的一搭一唱，一次成功的智取。心燕不是说过吗？他会用他的方式确认同伴是否可信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。而且趁着现在说，还能给师大将打打气呢，让他知道，就算他还很迷茫，我们也愿意信任他，愿意跟他一起前进。假如师大将真是伙伴，就不会过快地选择阵营。只有老师说出自身存在的威胁，才是对同伴负责。我不擅长撒谎，谢谢你能感受到我的真心。好人也会有欺骗他人、利用他人的时候，反之，坏人也会有顾虑和牵挂。能说出对自己而言无比残忍的答案，你确实做好了觉悟。就像心燕说的，怎么说来着？哪句啊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这种语言非常诚实，只会触动人心底最真诚的部分。只字不差，真亏你记得这么牢。所以我们的战前动员会开完了吗？开完了就走吧，速战速。师大将别太担心，我们都在你身边。我明白，我会全力以赴，不给你们添麻烦。添一点也没关系啦，只要我们能赢就行。不，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假如这扇门并不通向秘境深处，而是一道机关。不会吧，你不要乌鸦嘴。万一嘛，谁也不能保证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，对吧？遗憾的是，就算真是如此，凭目前的我多半也无法阻止。我还没能完全掌控这里，抱歉。我倒觉得没什么，像这样机会难得的挑战圣地，再重组十次都行。我才不要，你自己一个人去享受吧。总之，如果触发重组，你们就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集体行动吧。那你呢？又要去战斗了吗？不用担心，我啊，当然是要好好享受一切危险了。别让小哥开口了，这乌鸦嘴未免太过灵验。我受不了这个秘境了，威神秦之介是不是不敢面对我们？他是不是胆小鬼？不过考虑到附近还有天领奉行的武士驻扎，小哥和师大将待在里面也算是避开了一些麻烦吧。老规矩，等秘境重组完进去找他们会合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得隐藏好自己，别被天领奉行的人发现我们还在这一带徘徊。下次进去一定要把罪魁祸首揪出来。What?
浮世景色百千年依旧，人之在世却如白露与泡影。